这他妈杀个人怎么那么费劲啊？来吧，猴。一 A 平里走，走位。一 A 再 A 平 A 平 A 闪现平 A 点人，你他妈晃什么晃？我在这晃晃晃晃晃，还回头。天灵盖给你敲，你等我升个三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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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，这不能打啊，寡妇，没法打。千万别打，打了就GG。好，选个 Q。这不是有很大的可能性，他要来这个草丛里边。我们小心点，这个佛爷哥，先扣一下，打他个骸骨。一 A 平 A W 躲链，平 A 接双扣往前拉，平 A 平 A 往前卡他背，平 A 平 A 平 A 一扣死，卡他闪现的位置。先来个死刑，我们再来个耀光，一 Q R 死，来个燃烧宝石配个小药吧，我给你来一棍儿。杀杀杀杀杀杀杀！跑什么？你死了？没关系，我给你复仇。这剑魔干哈呢？剑魔啊？啥意思？剑魔？哎呀，我的人头啊！佛爷哥咱就不杀了啊，佛爷哥我不杀了，我这上路兵再不去不行了。来个三项，好挺快呀，潘森换路了，换路有啥用啊，你这玩意儿连大招都没有，你过来跟我对象啊，玩呢哥，我的哥，你是不是感觉你能走啊兄弟啊，你是不是觉得踩完我你可以撤退，那是不是先杀一个，嘿，追，漂亮，100块钱。去中路吃个小塔皮，还有10秒钟。可以吃一层，好，吃一层我们撤，无敌了，变大了呀，这波看下路看的，给我1000块给我看没了，哎呀我佛了，我佛了，但是这波小龙你们拿不掉。哦，这个进出的饮血剑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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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呀，打得挺快呀、啊！
你们在这控制有点多呀，控的我没让我动啊。好闪，还自己下来了，该你们葫芦娃了啊，该你们葫芦娃了，准备一下。哎呀，这一枪狂风之力，再来个红宝石，出个蟹手扛不住，十七分钟谁也扛不住，十七分钟没有能扛住的人，所有的英雄都得装备一步一步来，他才能扛得住。干哈呢？金鸡呀、啊！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。这他妈杀个人怎么那么费劲啊？不杀，杀一个闪一个，操！还装备，也不知道装些什么东西，不杀。不过这把死的确实有点多了，从哪一波开始呢？从那个 OOO 杀了我一千那波开始，死完以后去下路又死一波，然后就开始一直死，就开始无限干，有点停不下来了。回家出黑切，黑切蟹手加个春哥，谁？妈了个巴子，福爷哥跑这么快！为啥跑得这么快呀？为什么跑得都比我快呀？啊？那福爷哥370，我一个400多的396追不上。你再殴我一下！哎呀，我的天！回家吧 ，OOO 要来了。我不出蟹手，不是蟹手啊，我不出春哥了，我决定出个板甲。这 ADC 一个人敢在这里玩？跑的是真快，狂风之力加闪现，没事，下边他啥也没有。你来，这个咱就不要了啊，我都有了。你是不是在这儿呢？面包师，396移速，那是一定的。这个移动速度其实很低，那皎月都409，三项这点移速，啥也不够用。哎呀，殴我！还殴不殴？我杀！回血，他有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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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了，差一点点，该死了，差一内内。
完了，两条龙了。红地把吹呀！死了一个佛爷哥，我们全死了，不应该。呀，上条龙是我们家的呀！我那行，那行，我需要一个蟹手。等会儿啊！等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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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会儿。这不行，走走走走走。别着急，着急推能行，这是咋死的？你们这是疯了是吧？啊，是不疯了？这么敢越？ADC 也疯了，跟着往里进塔，要先杀对面 AD。 那个 ADC 上一波交没交闪有没人看见？你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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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敢上，没事，打个红，快点打个红，撤，撤个2800，都查点针眼儿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地图上的针眼有多少个？打游戏视野是比较重要的，所以呢，玩的时候多买点针眼。把我的假猴给我打死了，太吓人了！剑魔就杀了呗，这剑魔，剑魔啥也没有啊！大龙，大龙直接推推不了，推上推上推上，推上推上推上，先来个冲哥，往我这走啊！我给你打，真他妈的肉，上个劲，上个劲可以上。我们俩一拍即合啊！给我杀，拿下！我们俩一个眼神勾流，我跟他交越，直接一手眼神勾流。拿下，